这声音听着有点耳熟呢。好多人都说我像他，我好烦。我就是我，我就是不一样的烟火。他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东北的玩团团。我们这一波改变计划，去前面的野区搜，那个野区我就在这搜，然后旁边那个仓库你们也可以去，没人的，没人的啊。一会儿让我找到八倍镜，看看他的腿毛到底是不是。我们就完美啦。感觉太像了，那个小团团了。我操，有人！快走，你们有车。哎，我死了！小团团在玩我们。兄弟，你别退，我跟你说，这把必带你加分。行了。只要不扣分就已经带菩萨了，你这把要是没带我俩加上分呢，我要是没有带你俩加上分，你就说我是一头老母猪。妈的，这车炸了。没有没有，我来了，我到家了。我现在周围全是人，你的车好多人呢。啊，我好害怕。他合作很厉害，别说你出了会被揍。咦，看这辆车，要撞你，要撞你！看不见！你看这是趴了个什么玩意儿？你的车胎炸了，车胎炸了！救命啊！没事，打打打打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前面有车，车辆撞的。老母猪，宝宝尽力了，宝宝尽力了，就很棒。